Hello，大家好，这里是主机游戏速报，我是你们速报君林迅。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最新游戏试玩呢，是刚刚登陆 Switch 以及 PS4 平台的一款日式 RPG 游戏啊，名字叫做《罪恶王权》啊。这款游戏呢是由这个《真女神转生》系列的前开发者开发的一款新的这个学员 RPG 游戏啊。当你醒来时，映入眼帘的是在神秘的立场影响下与世外界隔绝的新玉门学院。以及使人精神疯狂的神秘迷雾啊，能拨打这异世界的神秘电话，借由自我之力发动特殊能力的七位恶魔契约者，为了与现状对抗，你获得了以自我与疯狂为粮食的恶魔之力虚伪全能，并为了解决学院中的异常状况而成立了真学生会。你在成为副会长后，将可以从四位角色中选择一位搭档，为了让学员恢复原状而努力对抗不合理的残酷现状。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试玩一下这款这个校园风格的，日式 RPG 游戏啊。这游戏好像是比较中二啊。信念を守れるのは捍卫美学和信念。不完全な言葉で語られる曖昧な世界の中で、エゴだけが世界が君のエゴを否定し、世界否定你的自我，不愿接纳的话，こんな世界就别放过这个世界。中二气息满满啊！哎，这个画面有点糊啊，毕竟是小厂啊。起きた？醒了吗？那么展现你的自我吧。什么自我？哇！一上来就战斗是吗 ？OK， 一上来就让我们战斗，可以啊，这个节奏。来看一下战斗模式是什么样子的。哎，技能斩击，来吧。这个敌人的这个好像我们看不到啊，来吧。斩击，哎呦，我们攻击之后就没法移动了，而且敌人是可以反击的，我们也可以反击啊。来吧，哎呦，哦，我没血了，要命了。这是不是必输啊？这一场，估计是个啊，这应该是个100%输的这个设定啊。人设感觉还不错，嗯。假，假，又是什么魔女之类的？说我们是失败品。世界は理不尽で残酷ね。もっと敵のいい子が欲しいのに。啊，就这不挂掉了吗？所以这个人是他制造出来的，是不是？然后他应该想要测验他们的能力，如果能力不行，就把他们给干掉。学院啊，有点《女神异闻录》那个感觉了，应该有日常戏份吧？这个妹子是谁啊？哎，还有人偷拍，是吧？怎么是个女的在拍？里边妹子都蛮好看的。哦，这有一个妹子，就感觉是很病娇的那种风格。这是谁啊？这些应该都是以后我们游戏里边的伙伴吧，现在在逐一的展示他们的形象，对吧？这两个应该是老师类的角色啊。这女的是谁啊？
学校里突然出现了浓雾啊，同学们都头疼欲裂，学校肯定用了甲醛没有除干净的那个装备啊。感觉日本真的是很危险啊，就动不动就各种灾难。嗯，这也是我们主角吗？ねえ、君、新入生君。要怎么称呼你呢？なんて呼べばいいの？嗯，姓名。来吧，就叫林迅吧。啊。好了，听起来非常棒呢，真的是美丽的名字。欢迎来到新玉门学院，我是这里的学院长。耶，这人设蛮好看的，但是建模感觉有点对不起这个人设。特地过来的，我们很特别，为什么呢？构成个人意志的七大欲求。嗯，校园生活啊，青春呀。换个方向。我是那种不做笔记也能理解的人啊，我不太喜欢做笔记。先生に好かれて内申点の高い友達がいたらどう思う？这个我会很生气啊。友達が何かで失敗しそうな時、どうする？要搞砸事情的时候，我应该会提醒他。行列のできるお店。例えばラーメン屋さんで並んでいる時、被别人插队，我会让他排队哦。夢を叶えるため。你现在急需一笔钱，急需我应该会借钱，不太会放弃梦想。上过色色的网站吗？这应该大家都看过吧？到自助餐厅吃餐时会怎么吃？会享受各种各样的料理啊。結論は決まっているのに、反対意見で場が乱されたらどう思う？因为有人反对而争论不休。我觉得是应该要取得共识啊。君が敵視している人がみんなから褒められてたら。被别人夸奖，这个无所谓啊，我不太在乎。もし君がリーダーになったら、どうやって物事を決める？按照自己的价值观行事，我都当领导了，肯定按照我的那个价值观来啊。有。有多余的时间和金钱，肯定是栽培自己啊。我会感到伤心与沮丧啊。其实诽谤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反驳其实没什么用，感觉。你有打从心里珍惜的人事物吗？有呀，这个会有人没有吗？自信、美学、肯定、收集、吸收、成长、恋爱、结合、命运，选第一个吧。我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纸，哇，我们的傲慢好高啊。傲慢是你最强烈的欲望，你是非常需要肯定自我的类型。哦，天哪，因为相信自己的能力与可能性，言行总是有条有理，对周围是比较有影响力的人，对吧？啊，对，也对啊。欲望平均都很强烈，是自我非常坚定的类型，欲望是非常重要。对，我的欲望好像都一般般啊。没有欲望就不会产生具有个人特质的自我，没有自我的话，这感觉还顺便给我做了一个心理测验啊，对吧？
非常了解我们了，我们一定能很快就适应的。有机会再聊吧，拜拜拜拜。没有萨马斯的 Link， 这个突然就跳到那个，哇，男主是长了一双红色的眼睛啊，很酷哎。这个动画比这个建模也好太多了吧？你说建模能做到这个50%，对不对？也还行啊。不知みたいだな。我们这是从什么地方苏醒过来了？有疙瘩。这个少女感觉啊，她是我们的妹妹是吗？叫我们哥哥。这个女的是谁啊？我现在完全处于失忆状态，是不是应该是 ？Who am I？ 哎呦，后边出现敌人了，是不是？感觉那个人走的就很行尸走肉的感觉。霧が濃すぎる。雾太浓了。急ぐぞ。动作快。那我们要往哪儿走呢？关键是啊。啊？Stop！ 这个大叔型的角色是谁啊？哎呀，我的嗓子还没好啊，还是有点。有点不舒服。年纪大了啊。这是他们老师啊，翔老师可还行。翔老师，哎。这个名字本来，翔字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字啊。结果现在被搞的。老师叫做长谷川翔啊。ひなつよ。そもそも先生は多忙で時間がないんだ。妹子叫做日下。长谷川翔。日向望，ひなたのぞみ。老师名字都记错了。先生の自覚があるなら、生徒の名前くらいちゃんと覚えてください。先生って言っても、哦，他其实是个校医啊。それにお前のことは会長で呼び慣れちゃってたし。这个妹妹叫什么名字？お兄ちゃんが無事で。幸好哥哥平安无事。你看这个例会，再看看这个人物的建模。这女生叫做千代。ここは渡り廊下で二年校舎とつながってるし。二年级校舍相対。そっちから来たのかもな。我们真的是他哥哥吗？还是说是被附身了？大丈夫？痛いところない？为什么我们的眼睛是红色的？他没有发现吗？话说回来，这里是哪里？何言ってるの？新御門学園に決まってるじゃない？新御門学院。君、もしかして記憶がないとか？该不会失去记忆了吧？没错。自分の名前がわかるか？不知道。哦，知道。千代ちゃんの名字って相川じゃなかった？我们俩不是一个姓是吗？所以我根本就不是你哥哥。家庭の事情で。哦，他们家应该是那种离异家庭再组合。是吧？估计他们俩不是同父同母的。名前以外で覚えていることは、家族、啥都不记得。学園のこと、何でもいい。三个选项啊，全都是什么都不记得。そんな。哎呀，妹妹好像身体也不太舒服的样子。記憶障害は十中八九、ここで混沌してたことが原因。吸入了过多的这个雾啊，应该是。気管支の弱いチコちゃんみたいな生徒の体調も良くない。どういう現象なのかはまだまだわからないことだらけだ。
叫做千代爱川千代。それなのにお前の妹は俺たちの青春を振り切ってやってきたんだ。妹妹为了救我们，也是硬是来了这里啊，还是挺好的。该怎么做才好呢？自分を人に委ねるような言動は好きじゃないな。ありがとうくらい言ってやれよ。说声谢谢可还行？哼，抱一抱。兄妹之间其实没必要这么客气了，对吧？おかえり。さて、一息つけたし。要去楼下。OK， 我们继续往下走吧。一楼没有雾。好的。这两个人永远都跑在前面，就是给我们指路，是吧？手机来消息了，有信号啊！手机居然还。电话？ずっと圏外だったのに。一体誰から？谁打来的呢？学園外からの電話なら助けを呼べ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ね。接吧，赶紧。待て。完了。もしもし。もしもし。我，怎么回事？什么奇怪的声音？别散开，是陷阱吗？哇，怎么四个人直接被传送走了？凯姐 ，What happened？ 嗯，哦，这被传到哪儿了？战斗画面吗？这是？这里是？现在怎么都晕倒了？直接可还行？现在，かける先生、千代ちゃんは大丈夫なんですか？ショックで気を失っているだけだ。お前たちこそ大丈夫か？哎呀，敌人来了，是不是可以组队战斗了？什么呀呀啊不对，哎，男主你就站在那边看戏是吗？林迅君，你怎么可以站在那看戏呢？我は大丈夫だから。一边中枪一边说没事啊，这可还行。誰かを置いて逃げるなんて無理。你这个剧情演出做的有点潦草啊。バカ。这一看就是小成本啊，没有一都之刃那种过场制作，全靠声优演出啊。可骚啊，来吧，要被杀了。男主是不是要觉醒了？哇塞，上面出了什么？这是啥呀？什么奇怪的生物？空洞徒有其表，虚妄卓越，这是愉快的令人颤抖，奇妙的组合。这个玩偶感觉好中二哦。你是谁？这娃娃到底是干嘛的？啊，你是谁？对，我也想问你是谁啊。 Who are you？ 颤抖吧，尽管狂喜吧。我有什么好狂喜的？我即是深渊，一即是全，既是你亦是世界，既是刹那亦是永恒。这可还行。而你的命运，我操，男主直接把他抓住了，可还行？男主干得漂亮啊！你是谁？别放屁了！
不正常的明明是你吧，非要讲那么多废话。邦尼塔斯，邦尼塔斯，借我力量吧，给我力量。说让我防备一点可还行，我都要死了，你让我防备啥？那些家伙是所谓的恶魔，是魔兵最低的存在。但是最下級とはいえ、お前らみたいな生身の人間に勝ち目はないだろう。されど、お前が強大なる我を敬う我が身。定めの上で苦しみ抗う、優越なる姿を見せると約束するのであれば、力を。好了，别说那么多话了，给我力量嘛！呀，我都不想听你这个。我们男主很酷啊！本当はもっといろいろ思わせぶりな話をしたかったのだが、がらんゆえ、知識も常識もないとは分かっていたが。知道你很空洞，居然连礼貌跟生命的重要性都不懂。可还行。もういい。お前とのやり取りに疲れた。力は貸せぬが手助けしてよ。啊，可以帮我们忙了。定めは不変。支障はないからな。好事。哦。又是胸口被穿。话说这个游戏的名字有点像那个罪恶王冠，就是那个拔剑神曲那个动漫。哇哦，这么酷的吗？我靠，大哥你谁啊？大哥 who are you？ 哇哇哦，你也太酷了吧。哇、哦，哎，好想做一个那种就是游戏当中的主角特别中二的登场场面的盘点，让精神具象化的装备丝装在作为精神世界的异界中是基本力量。丝装，来吧，上吧，打一打。哦，哦，那个白色的是我们的使魔啊，是身为主人的你的自我分身。OK， 傲慢的是傲慢的使魔成为了伙伴。OK， 哦，因为我们的属性是傲慢，所以他就是我们的那个同伴。上吧。他这游戏好像是用这个七大罪里边的七种人的这个罪恶啊。来做的属性，战斗时会由玩家与敌方相互进行合作，轮到玩家回合时请推动左摇杆来操作角色，也可以使用 L2 变更操作中的角色，按 A 键可以开启指令菜单，所有成员行动后回合便会结束。玩家必须使用指令中的技能与全能和敌人战斗，技能多为体术，全能的是恶魔和契约者可使用的能力，使用后会使得 MAD 上升。 MAD 是什么意思啊？技能与全能可以分为单体，可以以单体为具目标，或者是啊，就是单体技能或者是范围这种技能。以普通攻击和技能攻击单体敌人时，若敌人位于我方角色的攻击范围内，我方角色将会进行支援攻击。哦，执行这个分配指令时能使结束行动的角色再次行动啊，请让战斗能力较高的角色多次行动搭配战术使用。分配指令怎么分配啊？满足胜利条件即可获胜啊，主角的 HP 归零的会败北。 OK， 来吧，先移动一下。哎呦，走不动了。全能是什么？共鸣，与一名我方共享全能异常状态。哦，现在
用不了啊，分配指令，来吧，先待命啊，然后操作我们的使魔往前 OK。 它有什么治愈肉体，分配指令，对行动的我方的 MAD 施加负荷。这个 MAD 值是什么？就是疯狂值吗？再次的行动期间无法使用，也待命吧，来吧。但我感觉我太往前了，有点会被挨打啊。哦，还好。OK， 我们揪着一个打。先移动一下。OK， 技能斩决心。Weak 是什么意思啊？来吧，普通攻击一下啊。啊，三十点。哎呦，打了我一下。我们把这移过去。OK， 技能横扫。哦，它是范围攻击啊。来吧。好的。哎呦。好的，他死了。Yes. OK， 两个人都死掉了。Battle clear。战斗系统感觉一，我操 ，B 级，好吧。贪婪上升了，它这个属性到底是怎么决定的呀？不太懂。而且这几个属性到底有什么影响，对我们的主角的这个属性也不太懂。好厉害，厉害啥呀？这个翔老师。是不是想起来什么了？太好了，可以回原本的世界了啊！嗯，给我解释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拒绝，那么再见了。运用那份力量与自我奋力反抗今后的不合理吧。好吧。哎呦，直接把我们给传送回去了，可还行。啊，片头了，听一下片头曲好不好听哦？哇，这个动画做的很酷哎，这个风格，你看脸部做了一个这种类似于这种波纹的效果。我感觉韩国的公不是日本的公司，就是那种，就是他明明没有多少钱啊，但是他真的可以在小成本里做的概念做的很酷。你看我们很多公司其实很有钱，但是真的不太会做游戏。歌不错，哇哦，谁在在？哦，这歌听得我鸡皮疙瘩狂起。星野光弘，这游戏的人设是谁做的呀？感觉人设很好，人设真的被这个立绘给耽误了啊！不是立绘，被这个建模给耽误了。第一部《日向のぞみ編》，日向望篇。愚昧盲目的救世主，哎，我们又回来了啊。学園、私たち戻ってきたんだ。大丈夫だ。軽い打ち身程度だな。没事儿啊你啊。
西どうしちゃったの？这个妹妹啥都没看到啊。哼哼，你醒过来了，太好了。虽然你错过了一切，但是你醒过来了呀。深刻な顔してどうしたの？おかしな電話に出た後、気を失ってしまっていたの。千代ちゃんは俺が保健室に連れて行く。二人は先に降りておいてくれ。先下楼。一足先に降りようか。異界でのことは後で話しましょう。二階で何をしていたのかな、日向前生徒会長。日向前。一橋君。他是前学生会长。这几个人又是谁啊？霧の広がるところへの立ち入りは禁止したはずだ。这是新的学生会长吗？さて、説明してくれるかな。哼，为什么要给你解释啊？你是谁？这个人是谁？君、話の邪魔をする。哎，还不让我们说话？それに、この僕を知らないだと。我的确不认识你啊。教えてやろう。学園に異変が起き。霧や結界が出現したの。旧学生会员。旧生徒会の面々や教職員が混乱の収拾を図った。那他们是新的吗？混乱は増していくばかり。そこに圧倒的カリスマで生徒たちの心を。你过人的领袖魅力让学生们团结了起来。那说的就是你这位救世主，对不对？哼。それこそが。那就是我。一橋クラマ会長。一橋安馬会長。哎，这游戏真的很中二哎。皆に壊れる形で僕が。在大家的恳求下，我成为学生会長。你能不能要点脸？自らの無能さを。いや、この僕の有能さを再確認させられた気分は。天哪，这个人真的绝了。私が至らなかったことは事実だから。殊勝なことだ。で、どうして霧の中に入ったんだ？为什么要进入雾里呢？为了救人啊。それは。真的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为了救我。霧の中で混沌していた彼を助けるため。ええ。看来有不少学生存活了下来。なるほど。好意であるかける先生や中等部の相川さんを危険にさらすなんて。完了，被骂了。君は本当に愚かだな。生徒会にこの僕に頼ればよかったんだ。前生徒会長とはいえ、影響力のある君がこのありさ。哎，好了，这位大哥，别在这儿。何かしらの懲罰が必要だと。别在这儿乱叨叨了，好不好？賛成します。这两个随从感觉跟个机器人一样。你们俩真的不是机器人吗？哎呀，又来了一个角色。哦，这是谁啊？感觉是一个冷艳美女型角色。Who are you？ 日向さんと彼をお借りしたいのですが、借用一下日向跟这个人。地球のお話があるのです。这个是老师吗？これはこれは。神官空学园长，他是学园长啊。空？为什么还有个选项是夜啊？はい、私の名前は神宮空です。どうかしましたか？
哦，我们开始遇到的另外一个人，好像跟他长得一样啊。学院长，我々は秩序維持のため、这学生会长感觉权力好大的样子。粛清を検討せねばならぬのです。粛清ですか？你有什么肃清的资格？もちろん同輩を罰するなど団長の思いではあるのです。しかし、为了维持秩序，秩序維持のため。你这说的也太好听了吧？一橋さん。学園の秩序は十分に維持されていますよ。私だけでなく、教師や生徒一同とても感謝しているのです。够了，够了，够了。そんなあなたが使命感からとはいえ、同級生を罰し、自責の念。今回のことは多めに見ればいいのではありません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还行？这个学院长，你这个。院长有没有一点权威啊？仕方がありませんね。今回はそのよ。では諸君、生徒会室に戻るぞ。はい。はい。はい。日向、次はないからな。人払いはできましたね。そこの空き教室でお話。唉。なるほど。霧の中電話に出たことで電話被拖入異界。引きずり込まれたと。確認させてください。あなたたちは異界からどうして無事に帰還できたのか。だろ？憂鬱なる感じ。忧郁过？哎，这个邦尼塔斯为什么出现了？邦尼塔斯？悪魔？啊，他是魔王？どうやって？What？我はバニタス。こいつらを手助け。魔王长这个样子啊？悪魔が手助け。なるほど。あなた、悪魔と契約をしたのですね。对，我们跟恶魔签订了契约。権能を得たの。哎，老师怎么知道我们有权能啊？这老师是不是知道些什么？许了什么愿望？想要守护大家的力量。有点假，明明就是想活下去，对不对？ギギ、異界に引きずり込まれ、妹たちと一緒にレギオンどもに襲われていたからな。そうですか。あなたは心根の優しい人。我们是个生性温柔的人呢。誰かが異界に飲み込まれ、戻ってくるのを。这老师居然能察觉到啊，有人被吸入异界。新たな契約者が生まれる。新的契约者，还是有很多个契约者吗？あなたの権能はどういったものなのですか？什么样的权？每个人权能好像不一样啊。我们那是傲慢。虚職の権能？啊，虚伪权能。万界の力でしょうか？我以为是傲慢。聞いたことのない力ですね。異界のことも悪魔のことも、ソラさんはいろいろと詳しいみたいですね。对啊，你为什么知道这么清楚啊？しかし言えない事情だったんです。不能透露的苦衷。すべては神宮家の当主。我有神官当家。历代历代的学院长啊，他们这个学院长是这个世袭的这种，代代相传呢。知ってしまったあなたたちには秘密にしていても。有什么？问什么是异界呢？物質的な世界有一个不同于物质世界的通过认知才能理解的形上学般的空间，这是我们造访的世界异界。什么是恶魔呢？存在于异界，以人类的自我为粮食成长的超自然存在，那就是恶魔。人类的自我，什么是契约？
冠上大罪的七位恶魔成为魔王啊，他们是恶魔三阶级中的最高级和恶魔的使徒，可以透过契约将称为全能的异能赐给人类，有较高的因果律，强大的自我愿望，认知到异界与恶魔的存在，唯有满足这些条件才能签订契约。虚伪之力是例外的能力、啊、那好像没什么了。荒唐無稽な夢や忌避できぬ死や病、どれほど強く願っても変えられない現実、人は誘惑に勝てるでしょうか。即使会使世界产生扭曲，扭曲。たとえそれが能战胜诱惑，不许下愿望吗？许下愿望会怎么样啊？この世にあらざる異界の力。若是不断使用，世界就会产生扭曲，是世界的法则失控。学園と外界を隔てている結界、異界につながる。这些都是其他契约者的全能造成的副作用啊。那其他的这个全能者在哪儿？学園の創始者がこの地に悪魔を見出している。他们很早就在这里发现了恶魔啊。神宮家は契約者を生み出す。不计任何手段的避免新的契约者出现。哼。しかし、契約者は生まれてしまった。老的契约者在哪儿？あなたを除いて七人以上も。一共是有八个是吧，让他们毁约是结束异变的唯一办法，所以我就要打败那七个人，对不对？接受。哎，我想要同意，可还行。契約を破棄させる方法をお伝えしたいのですが、破壊契約的方法。詳細な説明と要点だけの説明。直接重点说明嘛，不要废话了。打败他们七个人，对不对？探索起雾的地方，会在某处接到通往特殊异界的来电，又称为礼经的结晶，一个个破坏掉就能够瓦解契约者的力量。OK。学園を救ってください。那我就要去雾里面探索啊。哎呦。バニタスさん。くれぐれもあなたはいろいろな意味で混乱のもとですから。安心するがいい。他只在乎我の関心はこの男の。お願いしますよ。異界や悪魔、契約者について記されたし。 OK。 给了我们这个笔记啊。それでは先告辞了。我们来看一下菜单啊。手机菜单中有多种功能可以选择， To Do Map 可以选择位置， Calls 可以在特定条件下打电话给异界， Character 可以确认角色能力道具， Library 可以设定资料， Achievement 可以查看成就。 OK， 我们来看一下 Map 啊。哦，学员的这个 Character，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能力，让使魔装备使魔器可以进一步强化其能量。使魔器分为五个阶级啊，部分使魔器需要达到规定自我值。哦，还有自我值啊，这个自我值是干嘛的？治愈肉体。OK。好的，因为这个时间限制啊，我们今天这个游戏的试玩就给大家打到这里啊。然后今天试玩的这个游戏是一款学员 RPG 游戏啊，比较中二的剧情。然后游戏的名字叫做《罪恶王权》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下。游戏登录了这个 Switch 以及 PS4 平台啊，支持这个简体中文。然后建议这个游戏如果想玩的话，可以买这个实体盘啊，因为感觉这个游戏应该大部分人都还会出二手啊，比较划算一点。好了，这里是主机游戏速报，我是你们速报君林迅。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呢，欢迎评论、收藏和点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